贝，你以为开这个就好了哦？嗯？你以为开空气清净机你就不会吸到毒哦？对啊，你太天真了吧？而且那都致癌了嘞！你太天真了吧？你螺丝起子会致癌？你去开窗户啦！哎，为什么？你看他不让我开啊！又怎样啊？我说螺丝起子会致癌，你也是很厉害。在汗的过程、啊，你全家都是汗。啊，你没有在汗就好啦。这紧张虾米？没有啊，只是爱的关心，只是告诉你在汗的时候产生的是剧毒，你要养成在汗的过程的时候，空气保持让外面的空气进来，因为你以后。汗的是机会，所以一定要养成开窗户的习惯。讲完了。